对不起。不就摔了个锅吗？没事儿，铁的，坏不了。对不起啊，没让你参加设计比赛，想要的不给。你给了呀，我想要买电冰箱，你就买了；我想要开 party， 你就开啦。我以前穷惯了，对生活没什么讲究，怕以后会不喜欢这样。可是我就喜欢这样的你啊！如果你是那种每天疲于奔命的人，我才不要跟你在一起。你能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，满足我每一个愿望，这样就足够了。说好了吗？今天晚上一起看拳王争霸赛。哇，快点啊，王少，看懂了。这哥们也太笨了吧！哎，你那个乔小轩同学，跟你那么点破事儿都闹，太差劲了。其实我能理解他，乔小轩只不过是想做自己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每个人啊都会经历那么一段寻找自我的过程，然后呢才能快乐的生活。只不过有的人早，有的人晚。开始了，来，我赌他这次从中路进攻，我要上场。看好啊！找人。请问您找潘潇？对不起，潘先生。啊，那边有位先生找您。啊，让他过来嘛，这都自己人。看着不行。潘老师，哪天？好久不见了。哪天？像你我这样坐在一起，应该是四年前的事了吧？五年。你走得很突然。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叙旧的。你作为我的学生，现在还欠我一个交代。我走就是给你交代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做的事情，你不会感兴趣。那你今天来找我，干嘛呢？想请你帮个忙。
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这么巧、啊，这么正经。爱红酒杂志社总监，可以啊，就是个爱好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叫他来的，潘老师。潘老师，你们俩都既然认识，我就不做介绍了啊。今天我请你来帮个忙。我能在这帮什么忙？哎，很不凑巧，我的朋友今天感冒了，所以我想请你帮我来品品酒。你知道我不能喝酒，啊，让他喝，他一看就是千杯不醉那种。没关系，品酒不一定要咽下去，你只要需要闻一闻，然后告诉大家，你都尝出什么样味道，就足以了。真是谢谢您，帮我个忙。今天很荣幸，请到了各位朋友们，这二位是我的两个新朋友，黄恋。郭艾伦，我们今天更荣幸的是，我们请到了这瓶酒的酿酒师安德烈先生。浓郁的莓果香味，还有香草和烤面包的味道，应该是由赤霞珠、梅洛哲和品丽珠葡萄一起酿造而成的，味道非常的醇厚。啊，谢谢。这酒味道好奇怪啊，有股鱼腥味儿。That's impossible. Are you a professional taster? 哦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闻到了。好，有什么阴谋吧？一心托我卖包，我没卖出去，所以送你了。开始卖包了？我不要，我已经不喜欢了。你来什么劲啊？你不要，我要。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一起送他上学了。那下次他得坐我的自行车。那我先进去了。嗯，一会儿见，拜拜。其实今天只有一节课，但是后面有一大堆学生会里的事儿，想想都觉得有点累。他们没有你，运转不了吗？要不，咱们逃了，去码头。不行，老师都盯着我呢，而且前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管，不太好。我知道，我也一直找借口摆脱这些事儿呢。我就是借口啊。那好吧，你在这儿等着我，我下课就出来。去吧。拜拜。半天了，快点快点 ，Hello， 走吧。
消息，好消息，你的包包卖出去了。真的？昨天不是还没人要呢吗？今天早上他们就给我打电话，我就急忙去送货了。嗯，谢谢你，我一定好好犒劳你。钱在这儿。谢谢。哇，一心，这下你就没有理由不去参加比赛了吧？其实我……啊，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。还有这个，我觉得都很好看耶。哎，是这样，这里加一些铆钉才好看。哎呀，不要了，你觉得这是我的风格吗？我不是你的模特吗？其实你们看，我做了这个设计以后，觉得如果再能出一个相同风格的姐妹款的话，舞台效果一定很好。一心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蛋壳同时上台喽？我只能假装是她妹妹啦，如果她愿意的话。我当然愿意了。一心，你太有眼力劲了，这么多人里面也就我能给你做姐妹，慧眼识珠。你少吹牛皮了。走吧，我不能出去玩了，学校里好多事儿我得参加。那个设计比赛，你去吧。你不会生气吧？要不今晚去我那儿，我来做饭。不用了，收拾起来那么麻烦，快去吧。那我走了。拜拜。Larry 啊，你觉得我这个舞台设计得很酷很炫吧？真不错。我后面这个舞台设计也很玄幻吧？可是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再做的梦幻一点。你设计的图真棒。好棒啊，真不错。你也看看我这个吧，这个也是最新的设计。你们已经做了这么多了。对不起哦，陈一心，这个比赛呢是由我们负责，报名处在那儿，快去吧。不过呢，我可要友情提示一下你，不要太上心，因为这个比赛你是绝对拿不到冠军的。玩玩吧。你什么意思？哟，你们看，小狗护主人啦！我告诉你，陈雨欣，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和你爸爸已经断绝了父女关系，你以为你现在还有资格拿冠军吗？再说一遍。说又怎么了？凭什么？凭什么怕他们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以为我们怕你们呢？你等着。这些八婆，明天他们就满嘴长疮。哎呀，没关系，他们愿意说就让他们说去呗。他们说我没本事，我还真的就没有了吗？就算离开了我父亲，我还是原来的我呀，没差别。所以我一定要参赛。而且这次慈善活动肯定能成功，这才是我认识的陈一心。杜山，拍卖会用的酒就拜托你啦。没问题。他们太不靠谱了吧，都一个多小时了还不来。哦，他们可能路上堵了堵，再等一会儿吧。要不走吧。哎，要不你等会儿我下去看看，应该很快就到啊。等我一下。
请问这里是陈一新小姐的拍卖会吗？我们的第一件拍卖品是1982年的拉菲，市场价50000元，我们这里的拍价是2元。2.1元。好，这边这位帅哥出价2.1元，感谢大家。还有在出价的吗？2.5元。好，这位非常有气势的先生出价2.5元，还有吗？我2.67元，2.8元。哦，小朋友也来了，他出价2.8元，还有其他人吗？我3块。这位科长出价3块，还有吗？3块哦。有一位女士出价3.5元。喂，人家是妹妹。好，有一位美女出价3.5元，还有吗？3.5元第一次，3.5元第二次。我出6万。继续，刚才的价格是6万。好，6万第一次。6.1万。你傻啊你啊！还有吗？6.1万，这位先生出价6.1万。6.8万。6.8万，6.8万第一次，6.8万第二次。7万。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抠呢？就加2000块钱。有钱慢慢来嘛。好，7万第一次，7万第二次。大家都别跟我抢了，这瓶酒我买了是要送人的。9万。好，我觉得这酒就应该属于郭艾伦，是吧？9万第一次。我先上个厕所。9万第二次。9万。别胡闹了，这可是拍卖会，真的要给钱的。你先继续。我这有25.8元，作为主办方的男朋友，至少应该有点特惠吧？不可以，一心继续。如果黄先生坚持的话，那我只好退出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以前的慈善拍卖都能筹到10万8万，今年就是只有25.8元，你让我们一心这个会长怎么当啊？不是还有其他的拍品的吗？再说了，捐款也不一定非要走这个形式。对对，拍着玩的嘛，玩的这是。玩什么玩呀？拍了就得给钱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赖账的。好啦好啦好啦，9万第一次，9万第二次，9万，成交。谢谢。郭艾伦，这酒你都拍了，要不然就给大家开了吧。就是的。开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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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酒。谁愿意上台来开酒呢？郭艾伦把刚才那瓶酒送给我们了，真大方。嗯，他说这是我在学校最后一次慈善拍卖会了，所以留给我们做个纪念。我又不能喝酒，他留给你们自己喝。
那你现在就要走了吗？里面还有很多事儿等着我们做呢。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要做呢，没闲工夫管你呢。哎，一心，快进来，都等着你呢。嗯，快点啊。那我在这儿等你。加油啊！我自己的事，真不知道什么才是我自己的事。所谓成功，不是财富和地位，而是自己能够主宰自己的时间和生活。这个城市的年轻人，跟你一样的年轻人，他们每天早出晚归的，都是在为这个苦苦的奋斗。也许说，拼搏才更有趣。换了衣服，快去睡吧，我也该回家了。我不睡，我就是在等你呢。你不生气了吧？没生气。我知道今天下午冷落你了。可是郭艾伦他们来也是为了帮咱们。你看，这是郭艾伦拿来的，这个叫气味练习瓶。他说你在红酒上真的很有天分，如果再下点努力，一定会更好的。你知道吗？这46号是鸡屎味的。你们。你还说你没生气？我是有点生气，但我不是生你和郭艾伦的气。我在气我自己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咱们能好好谈谈吗？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干嘛就干嘛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多了个你。你哭呢？你怎么就听不懂我的意思呢？你有很多梦想，你有很多想法，可我自己的问题我都解决不了。我已经很努力地靠近你了，靠近你的生活和梦想，可我无能为力。我离你的生活太远了。什么远不远，近不近的？恋，我现在不就是在过着和你一样的生活吗？你怎么就不能高兴一点？你让我怎么高兴一点？我知道你在卖你的包，卖你的衣服，就是为了去参加那个设计比赛，这些让我怎么想？所有人都是在为了你好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呢？所有人都是为了我好，就我混蛋。还有这些什么气味练习品，我不认识这些，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我也不想去知道他是些什么，还有总是收到一些莫名其妙还都还不上的礼物。黄烈，你就是一个混蛋。
有什么可以吃的吗？今天蛋壳。嗯，奶奶来明信片了。我看。哎呦，还是那么美。好想在世界的另一边喝到咱们酒庄的酒。他是想让咱们的酒远销国外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！我也在想，咱们都说好了要重振酒庄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。蛋壳，你都不好好酿酒。我是酿造总监嘛，只要我用鞭子挥一挥那个那天就 OK 了。当然啦，这个事情呢需要我们董事会来决定。董事会？什么董事会？不了解吗？那么我正式通告你一下，我们呢准备以这个玻璃城堡为依托，发展一个酒业托拉斯，走向世界。不行，酒庄只有杜山一个老板。我是汪董，你不知道吗？对了，刚刚准备把你从那个酿造总监呢提升为总经理。哎呦，汪董，合作愉快。啊，蛋总，合作愉快。你们啊，出叛徒了！哎呀，别了。董事长，咱们也应该谈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股权的这个比例了吧？我觉得咱们这个股权比例呢，各自50%非常好。太多。45%。太多。40%。还多。那你说吧。15%。太少。25%。太少。10%。成交不？哎呦，耍套儿呢！别，我没成交啊，我没成交。你们在笑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在说我们这宏图大业的。老板，我这里呢有一张非常正式的邀请函，是明德酒会的，邀请咱们酒庄去参加一次他们的晚宴。明德酒会？明德酒会？那不是身价上亿的人才能参加的酒会吗？是吗？会邀请咱们？明德酒会呢，每年都会举办一次自己的红酒供应商。嗯。然后组织他们的会员举行一次公开的投票，而这一次的晚宴就是他们与供应商的见面会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次机会。那太棒了，我们刚才还在商量酒庄以后怎么办呢。那天真是谢谢你。没关系。恭喜，我们正式决定聘请你为我们玻璃城堡酒庄的酿造总监。那还从恭喜大总。恭喜。我想请问一下，那酿造总监，你是怎么越过我这个蛋总经理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消息呢？我动用了一些，找了一些关系。有，有路子啊！天，你今天穿得好帅呀，平时怎么没见你这么穿过？有吗？很帅耶。我不觉得。就是穿这么好看给谁看啊？快点搭把手，扣给我解释。蛋壳。嗯。我有话对你讲。哎，先系上再说。哎，干嘛啊？没看我穿着高跟鞋呢，你慢点啊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找到你爸了。你知道骗我的后果？不骗你，而且千真万确。我之所以要去这次的晚宴，就是因为他也会去。大哥，大哥，喂，大哥，喂！哎，小轩，宴会都快开始了，杜山呢？他去厕所了吧？
哦，那蛋壳呢？那个还没来呢。你去找杜山吧，我先进去了。哦。开始了吧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你真没事吗？真没事吗？嗯。什么情况？不好意思，你好，我们是玻璃城堡的，我们酒庄的酒都是我们几个女孩亲手酿的，希望您多多关照。好，好，会的。谢谢。继续，潘老师，我就知道您今天一定会来。我今天来就是做个旁观者。啊，我还指望您能帮帮我们呢。现在以你们的能力，没有我帮忙，也一样会很好的。那潘老师您就坐吧。好。陈叔叔好。陈叔叔好，好久不见了。李欣，你是代表玻璃酒庄来的吗？陈叔叔，嗯，你好。那陈叔叔，你跟李欣先聊，我们去那边转转。好。你也不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的酒庄？好呀，那我们去那边说吧。妈，妈，你回来了。什么时候动得这么凶猛，跟姐似的。今天这是我们总结的一些材料，是关于我们对红酒业的一些理解。其实我们都不太喜欢国际上认可的罗伯特·帕克红酒评分，杜山也觉得所有的红酒都由一个人来定好与不好，实在是太片面了，而且这样下去会令所有的红酒口味越来越接近，所以杜山想做一瓶属于自己酒庄特色的红酒，以此对抗工业化酿酒。我真的觉得他很勇敢。你是不是瘦了？现在每天吃的可多了。听你说话的感觉，杜山好像已经有方向了。你呢？还没有。那个什么，什么，黄烈。怎么不陪你出席活动了？爸，你要是每次都扯到这个上边来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您聊天了。
心啊，你现在的生活和你以前想的一样吗？是有点不一样，但起码我现在过得很快乐啊。有什么事可以告诉我，不行了就回家。没有什么不行的，您别伤他心。身边那个男人，大哥，你干嘛？这瓶酒是我妈的，她现在人在疗养院，因为酗酒接受治疗。她是个酒鬼，但是有一种酒她从来都不喝，就是这个巴克隆江爱。每年的同一时间都会有一瓶酒寄到我家里，跟酒来的同时还会带着一大笔钱。这瓶酒一来的时候，我妈就喝得烂醉。这酒毁了我妈的一生，那笔钱毁了我的一生。所以我发誓，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，让他付出代价，哪怕他是我亲生父亲。直到今天，我见到他，就是你吧。家里边有一张照片，上面是我妈和一个男人，不过男人的那一张早就已经撕掉了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